不知道哪个妖孽用法力把我困在石头里了。石头成了金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宝贝了。
想必你有几分神通，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。妖夜那妖怪出来，需要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。 我便能施法降服此妖。
正是现在，夺了他的宝物。满城百姓叹息不尽。
名浩劫这座那黄风怪的手下。兄弟又如何？老子早晚要报这个仇。那小孩的爹逃了，正愁没人送吃的来。